啊，这儿。哎 ，call me。哎呀 ，Hello， 亲爱的。Welcome， 来来来。哇，你今天穿的好隆重啊！小唐，你好好学学，生活有时候就是需要点仪式感。不，我马上最后一道菜啊，不用换鞋 ，make yourself at home， 简单参观一下啊。嗯，哦，家里边真的好有调调啊。哇哦，好精致呀！还行。一看他就喜欢文征明，啊，初学者都是这个样子的，啊，哇哦，珍贵食材啊，今天让你破费了啊！嗨，珍贵什么呀？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做料理的朋友给我送来的，我都没问价钱。哦，那就一定是要很好的朋友才可以。这种东西啊，就是野生的和养殖，那价格差的可多了。哦，是吗？哎呀，我只吃过野生的，也不知道人工养殖什么味儿。要不你帮我尝尝？我也是啊，谦虚。你肯定能尝得出来，啊，嗯，怎么样？嗯，一打生蚝，两份炭烤牛排。辛总，那甜品您是？你定吧。好，芝士慕斯。徐总，我们这边新上了一款波龙意面，你要试一下吗？下次吧。我知道辛总是对麸质过敏，对吗？没想到你对我的了解还挺深入的。做了一点点小小的尽调。赶紧尝尝这个面，嗯，我的保留才行。来。比起我在西班牙吃那个正宗的啊，就稍微还有一点点进步的空间，不过已经很好了。啊，那你觉得哪儿还需要进步呢？嗯，面条好像有点硬啊。硬吗？嗯。哦。嗯。这个是正宗意大利 spaghetti 的做法，这个软硬 perfect。面尝尝啊！哎，亲爱的，你煮面的时候是不是没有放盐啊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放的是喜马拉雅玫瑰盐，这个一般人可能吃不太出来啊。那你要是觉得淡，我给你拿普通盐，我这有低钠加碘的。我知道了。昨天晚上跟我老公吃那个法国进口鸡，那多吃的胃了也吧，也不能多吃。亲爱的，谢谢你，好丰盛。哎呀，应该的吧 ，pleasure， cheers。徐先生，这瓶酒已经帮你醒了3个小时了。辛总，嗯，忘了和您说了，知道您平时爱收藏葡萄酒，哎，所以我请朋友找了一瓶还不错的老酒。哇哦。不过呢，老酒有氧化的概率，不知道这瓶酒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。辛总，您是哪行？您来试吧。哎呀，你别总是辛总辛总的，叫的我跟多老似的。叫姐，叫姐姐。哇，香气很丰富啊。
时光倒是让酒的味道更加有层次了，果味明亮，丹尼细腻，酒体表现非常不错。看来我们今天非常的幸运。倒酒。接下来是我王氏家宴最重要的一个环节。Welcome to my cinema salon. 我平时在家只要不忙的时候就看电影，尤其是喜欢法国新浪潮时期的电影，有个性，像《四百击》《精疲力尽》，太经典了，百看不厌。哎，王律，啊，你收藏了这么多哲学书，对哲学一定很有自己的见地吧？啊，瞎看，但是也略知一二。我认为西方哲学的理性是靠辩证得来的，东方哲学比西方哲学更加的 ，How can I say it's more accurate? Yes, more accurate. 哲学哪能用东方和西方来区分？哲学那是全人类的哲学，不是哲学家的哲学。你说呢，小唐？对，你觉得呢？哎呀，我哪知道呀，我不懂。要不咱们还是看电影吧。好，看电影。我这有一个朋友江湖救急，让我去帮他，特别好的朋友。这反正这电影我也看不懂，要不我先走。没事，你先去吧。哎，好嘞好嘞啊，下次你们再给我上课啊。哎，你们慢慢看。